头家唔知，头家歹行是安怎，哪知个意思？哎，就那叫大只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大只？哎，还在冒烟，够凶啦！蛋仔，蛋仔，哦哦哦！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，我们要去吃嘉义的好吃的大全鸡。大全鸡，我想说已经吃过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不，我们这次要去吃他的分店，据说他新的分店有新的口味，也是。这次只离交流道公里嘛，所以很近，所以说等一下路过嘉义，我们可以临时下去买一下再上来，其实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今天要来桃城鸡排，什么是桃城鸡排？你一定没有看上一集，对不对？有。好，回去看。桃城鸡排是嘉义现在最邪恶的炸全鸡啦。好，那炸全鸡呢？他们在什么时候？这两个月开了一家新的分店，靠近那个民雄交流道。比如说你在民雄交流道下来，大概开十分钟，大概开几分钟？大概十分钟。那开十分钟，你就可以来这边买到你要吃炸全鸡，再修回去。所以说，如果有路过嘉义民雄的话，你可以来这边买一下再回去，也是不错啦，好不好？当中是鸡排的来数。好，那这个是他们最新的那个中校店，在哪里？在北街，比较靠近民雄这边。好 ，OK， 那老样子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秀威来呀、啊！今天要来开箱两个东西，哈哈 ，M 九兵，哎，你冲下，这个是我们上次介绍过那个啊，嘉义市人家跟那个玉香屋并列前两名一定要吃的美食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上次那个桃城鸡排那个炸全鸡啊，你要搜寻炸全鸡，所有网站上全部都是他们家的介绍跟推荐，这是上次那个原味啊。然后最近据说有一只那个绿色的他有出一只绿色的鸡，是什么？那这是金刚魔法口味的，这个没有试过，听说味道很冲突又好吃，试试看。然后他有给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粉，给一大堆这样子，然后也有这个手扒鸡的手套，好，热的还不错，刚刚外送过来的。来来，看一下经典原味，嘿，这个有什么？好像披萨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有升级，做怪北拜，对、欸，这个。原味，我在想说，欸、大家偷懒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，好不好？不行这样。好了，这个听说水准还是有啦，这个很大只哎，你看，据说现在网络上都流行这样子，要来拍 IG， 好不好？学起来，大家。嘿，把脸遮起来，欸、我脸太大了。不会遮得起来，遮起来。哎、欸，好，不算淘气呢，反正很大只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讲，炸鸡界。炸鸡界绿巨人浩克，噔噔噔！哦，今天呢，绿油油，我本来想说钱孙顺，绿油油的炸鸡，没看过吗？你不是要跟脸比吗？哦，对吼，没我想讲这头，这头家唔才头家派去啊，是安怎啊？炸一个绿色，哦，唔够够香的呢，啊，好，这样试一下，哎、欸，这那叫大只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大只？哎、欸，还在冒烟，我靠，凶啦！蛋仔，蛋仔，哦哦哦，凶当！哎、欸，这好重，好大只哎、欸，这很邪恶。你看后面还在滴汁，你知道吗？你动太快，根本因为很臭，我只想把它放下来。你知道炸全鸡难能可贵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整次你要上了粉之后，整次拿去炸，它会把那个鸡汁跟那个鸡油还有最精华地方全部都锁在里面。看到的时候是锁起来，所以当你那个手。鸡腿一扒开的时候，那个汁喷出来的那个感觉，爽啊！这是重点，就是爽。对，炸全鸡跟一般，就是一般应该讲说咸酥鸡跟鸡排没有办法比拟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别夹吗？撕开好不好？别夹吗？前提是要蜂蜜芥末糖醋酱跟椒麻酱，这是给原味经典版的事、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多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抹茶，抹茶就是要试这个啊！对，我先试吃一下皮给大家看。好像很脆耶，竟然是抹茶呢，不然呢？好，我先弄一个鸡腿给大家看。哦，比较专业的哦，这就秀啦。你知道上次我们里面是拿那个工地手套，外面再加一个那个，对呀，多方便啊！这是没有那个，只好自己徒手来。哎，这个汁都喷出来了呢。等一下哦，欸、我技术太烂了啦，那也塞不？哦，冒烟了，天公相降，我身上
黑色衣服像衬得出那个烟的颜色，有没有？有烟，有没有？有。正面真灵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发光？发光发亮，就是、有对不对？那个字它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你看一直喷，不是口水，是真的在滴汁滴到我的手上，我要修。还有这个抹茶粉，抹茶的香气在表皮上，试试看。可以。那我吃个清楚来，这口味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多了。你会想说抹茶炸鸡，它两个被干着会，你那个鸡肉里面那个怎么讲？它原来就腌制那种有点古早味的那种咸度在里面，好、哦、啊。可是那个皮的那个是带着香气，它不是用那种很重的抹茶把你整个味道带离出去那种，它是会让你那个香气会含在里面这样啊。所以你原来吃炸鸡的乐趣就是说啊、你那个里面腌制的肉味跟皮那个脆脆的口感都还在，所以吃炸物那个优点都还在之外，它还多了一个抹茶的香气在上面。如果你嫌味道不够的话，听说旁边有那个粉啊，我们来沾沾看，沾粉。好像是用那种抹茶粉加那个有点古早那种中药香味的那个椒盐进去，也、欸、可以呢。嗯，可以。那在我心目中这两支目前不相上下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好玩啦、啊，因为多一个抹茶的香气在那边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还不错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皮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吃那个炸鸡摊那种脆皮，台式的那种脆皮，感觉有一点厚度，然后它的脆是那种硬又脆的那一种。这个就是比较偏美式的这个皮啦、啊，哦，给我怀念一下，我这个美式我觉得很厉害，哇、哦，滴汁滴汁，成功的哦，这也太滑了，你看也是在冒烟啊，你看哇，说你在这边买吼，你回去如果就算回去要骑个车二十分钟，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很烫，这个实在是太保温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看，然后一直滴汁啊，哇、哦，用炸拳击就是这样，那个汁都锁在里面，你看。哦，油亮，满满的汁啊！有，对，很厉害。在镜头前面吃就是爽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一二三四五都没有办法吃，都看我吃。好，我再吃一口就好了，等一下给大家吃。因为这个最想怀念的还是我自己最喜欢还是这个椒麻。然后据说哦，据说他们那个椒麻实在卖太好了，这个椒麻酱夯到最后。很多人问到老板，决定把椒麻酱拉出来直接单卖。我们也拿了一罐秘制椒麻酱，好、哦，然后那就是我们这个椒麻酱，然后整罐这样。好啦，那今天简单的炸拳击开箱就介绍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我们下面资料来找到这个店家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是最新出来的口味，好不好？然后它的皮是用 去拿出来的，哦，现在市面上还没有做这种口味。去可以试做一下。